摘果工人上线，哇，要挑红的大的。哇，好贵啊！太好吃了吧！又到了塞外红收获的季节，果园里到处都是忙碌的身影。和果农们一样忙碌的，还有全国各地来抢单的客商。这边铜寮的吉星果、玉林馆，我们附近的铜寮没见过这水果，就是玉林馆附近那边也，人家也可以买这个吃。咱们这果园今年是种了多少亩的这个吉星果呀？今年接近300多亩吧。那300多亩、现在看产量咋样？产量今年还行，每亩反正现在一棵树能栽3多斤，每亩55克，算吧。55克啊，55克。这数学不太好啊，大家算一算啊。那咱一亩的效益能多少？一亩的效益5000多。你看，你问你种多少不知道的，那卖多少钱是知道的。那效益5000多，那挺高的呀。对呀、那个反正这个种这个皮种任何东西都好。今年销的咋样？今年销售还挺好的，这个销售地方咱不愁。在果园里，我看到了果农的笑脸，分享了他们丰收的喜悦，也希望有更多的农民在绿水青山中收获金山银山。